大家好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中国水银版画课程。我们把它分为有四个部分。课程的第一部分呢，我们是介绍中国水银版画的历史。这个部分的课程呢，是由王超老师来主讲。在中国的水银版画的历史中，一类是书斋，一类是田野。书斋部分的内容呢，我们由我们学院的董杰老师来主讲。田野部分呢，实际上我们所指的是中国民间的版画，这个部分我们由张晓峰老师来为大家讲。第一个，他会从民间版画的地域来讲它的关系。第二个部分呢，他会带给我们关于一个门神的故事。在名作欣赏的课程当中，由王超老师还有我来担任。第三部分是技艺，这个部分我们是介绍传统水银版画的工具和制作方法。第一课是由我来介绍豆瓣水银的渊源，李小兵老师会给大家上两个课，一个是豆瓣的工具和材料，一个是豆瓣的制作。张晓峰老师会给我们讲民间版画的制作过程。第四部分我们把它称为练习，这个部分呢，由王超老师来讲一个课，他先讲一个中国水银版画的材料。第二个课呢，是我来讲，让同学们学习如何来用豆瓣来做一个作品。后面呢，还有张晓峰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个套版水银的课程。那么，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我们中国的水银。